满意的。就是，就说应该还是太胖吧，太胖啊，太伤人了吧。左边，谢谢，感谢大家的捧场。Action 啊，是阮知啦，所以阮特别吼送一张阮主意的专辑，啊，即马交予你，啊，你这段时间就会使好好听。啊，十二月初的时阵吼，再来小巨蛋看阮演唱会，啊，你再带恁车做回来哦。哇，厉害，一次过哎。对啊。瘦几公斤吗？瘦大概2-3公斤。那你练多久？就两个多月。两个多月算两个小时。刘老师，你身高跟现在体重大概多少啊？身高170。有哈、哦、有啊，因为你坐下，我看不出来你有这么高、哦。170啊。啊、OK。体重大概80左右。就是瘦下来，目前到80。对。那瘦下来之后，女朋友有没有说什么鼓励话，还是赞美的话？说，哎呦，这一块练得不错，还是蛮大的哦。但是没有啊。你女朋友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就没有啊。OK， 好吧。所以他现在还不满意，就是说应该还是太胖吧，太胖啊，太伤人了吧？啊，好伤人哦。对啊，那为了演唱会有没有需要做一些体力的维持？比如说你刚刚说健身跟有氧运动嘛，有。那有没有禁止一些事情？比如说禁止一些剧烈运动，或是一些欲望？他的意思是欲望。讲明白一点就是，对啊，禁欲啊，禁欲。有没有禁？口欲，口欲，哎，好像变得会讲话嘞，怎么办？这次就是要第二次公蛋，心情怎么样？心情其实蛮紧张的，因为但是我们有加以改良我们的演唱会的表演方式跟大家一起同乐的方法，我们想很多种。对，其实心情就紧张吧，也蛮兴奋的。我们售票时间呢是在9月11号的晚上6点半，然后演唱会时间在台北小巨蛋，一票玩到底，台九线，在12月8号，不见不散，拜拜。谢谢。